林更新上海街头骑共享单车，身形暴瘦后背湿透，豪宅被89万一平。3月11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在上海街头偶遇林更新骑共享单车的照片，并配文称不愧是九亿少女的梦。晒出的照片中，林更新身穿短袖下搭运动短裤，与好友骑着共享单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，打扮清凉，与身旁的路人形成对比。久未露面的他身形比以往消瘦许多，身上几乎没有丝毫的赘肉，与去年的样子有很大的反差，尤其是小腿肌肉十分紧实，想必他私下没少锻炼。林更新凭借《步步惊心》中14爷一角获得不少关注，近几年来虽然他的作品不算多，但绯闻却不绝于耳，每次总是会被八卦媒体拍到些什么。但面对外界的传闻，林更新从未出面回应，他身旁出现的异性也是一个接一个，以至于外界都认为他是个浪子。在去年11月与奉行杀青后，林更新仿佛消失在娱乐圈，不仅没有出现在任何场合，就连社交平台都没有更新，以至于大家对他的动态十分关注。此次林更新现身在上海街头，虽然身形消瘦许多，但状态却比之前要好，想必没有工作的这段时间他都在好好生活。期待林更新早日进组，给观众带来更多的作品，也希望他照顾好身体。